最近在媒体爆红的黄金大嫂团，在竞争激烈、复杂多变的演艺圈中，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成为主流媒体的新宠儿。而身为大嫂团里年纪最轻的一员，洪百荣在老公宋达明的支持下，从平凡人妻逐渐适应聚光灯下的演艺圈生活，不但说学逗唱都要会，连穿着打扮也马虎不得。对洪百荣来说，这些都需要极大的突破。我只能说加油加油加油。然而因为勇于接受挑战，洪百荣摆脱过去的自卑负面，现在的他面对过去一路成长的苦涩和婚姻的跌跌撞撞，都成为他津津乐道的生命经验。要来欢迎的是拥有超高人气的美丽人妻洪百荣。大家好，姐姐好。你好。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有一个很甜美标志的外形，这也是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知道的，但越来越熟之后就发现有时候你怎么真的一点都没有女人味啊。其实呢，我知道金玉姐先想要爆料我，可是其实我反而想要爆料金玉姐。对，其实金玉姐也完全不像是她在主播台还有在真情部落格的样子哦。对，我们两个突然就会变成两个男生哦。对。不过接下来有一些爆料的东西是真的要在真情部落格里面跟你们真情对话才听得到的哦，一般的那个节目哦是听不见的。对，因为洪百荣小时候做过童工。真的，我在想现在的法律应该是违法的。对，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家在我六岁刚满六岁我们就移民到阿根廷，借由投资的方式去移民。你多大的时候？我六岁，其实我在好像是六岁多七岁，因为我记得我在台湾有念国小一年级，念了一个礼拜我就走了。然后到了那边，可能南半球跟北半球的关系，所以我到那边又进了他们小学念了一年级的最后一个礼拜，然后就放暑假开始我就变二年级了。所以我印象中我是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到那边。那我做什么啊？就做我妈妈本来他们是在巴拉圭跟乌拉圭有设厂，就是做麻布袋。做投资。所以家里本来生意就一直做得很好嘛，经济环境也都很好。我爸爸因为在那个太子汽车那时候然后做到还蛮高阶主管，所以家庭的一直都是大概小康状况。那因为爸爸的朋友就是建议大家一起移民，所以就到了阿根廷。那除了设厂之外啊，妈妈就还有在阿根廷的我们住的地方，因为我们住一个很老很老的房子，然后妈妈就把那个整个房子啊弄成一个自助洗衣店。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做自助洗衣，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人把衣服脱给我们洗，所以你就要去当那个帮他们洗衣服。对，折衣服，折衣服的。然后我从小就很会烫衣服。哎呦，好厉害哦！对，烫领带呀、啊。小学会一年级会烫到手吧？可是我很爱做，因为那时候其实觉得好玩。所以妈妈有时候就丢个什么衬衫领带的，然后就在那边烫。然后因为有的时候赶嘛，所以到半夜十一二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妈妈、我跟姐姐三个人就在那边折衣服啊、烫衣服。因为那时候爸爸把我们送去那边之后安顿好，他其实又回台湾继续工作。
等于是我们家我们三个女生在那边，所以就是童工也做过，童工也做过。但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情节就有点像童话故事的，就是公主然后流落到民间，然后被欺负的那个感觉，对不对？对，有一点那种感觉。因为我跟我姐是那学校里面唯二的外国人，嗯嗯，那对我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就觉得我是怪物，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是排斥你的。所以我就是一直对于朋友这方面，我是很希望他们能跟我交朋友。嗯嗯。然后其实后来并没有很成功，因为都一直是很小的时候在那边，然后也没有办法表达。所以后来我妈就帮我买了一只狗。听起来有点心酸呢。对，然后就大家都在玩啊、货啊的时候，其实你是落单的。落单的。而且那三年的阿根廷的生活，其实你们家的状况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其实是每况愈下，对不对？其实是不好，因为那时候带去的钱，然后阿币一直贬嘛，嗯，就变成妈妈觉得说再这样下去，只是一直是一个无底洞，烧掉了，就是、一直投进去，一直投进去，所以那时候状况就越来越不好。嗯嗯。那又跟爸爸分隔这么远，爸爸大概每年过年的时候年假才会来看我们，所以一刚开始哦，甚至于我们家里面还不可以直接打给爸爸。因为那时候阿根廷没有那么先进，就是室内电话还不可以直接打。那你们怎么办？我们就妈妈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周末其实是最忙的时候，那不得已啊，就可能就是要休息一个下午，然后妈妈就带着我们，然后坐地铁，然后我记得为了打一通电话，对，好远哦，那坐地铁坐到他们电信总局，然后就是进去打电话这样子，然后记得那人好多好多。然后常常会碰到，就是妈妈就带我们排了很久，突然快到我们的时候啊，就会有阿根廷人冲出来，就指着我们说你们插队，就是故意要整我们啦，看你们是外国人，对，好欺负，那妈妈怎么办？所以我常还拖着两个孩子，我从小就常看我妈在吵架。然后我曾经我跟我妈去那个海关领过包裹，我爸都会寄包裹给我们，然后就打开来，他们就其实我从小就发现我会很敏感，会察言观色，然后他们就是故意刁难我们，就说要把我们的包裹打开，其他人都领走了，就是我们都要打开来看。 OK， 那打开就打开啊，打开了以后他就开始挑，这个不能带走啊，这个不能带走，这是 就陌生了，对，这个不能带走。然后我妈就会超随机应变，她说赶快哭，你现在赶快哭，就叫我赶快哭，你知道，叫我演一出那个悲剧，这样，哇，我就开始哭，然后哭大声一点，然后就哭，然后就会有比较多人来看这件事情，他们就比较不敢，他们就不敢。幼年短暂的移民经验，让洪柏荣的少女时期饱尝了漂泊分离的孤单，也导致她在同侪的人际关系上得失心特别重，朋友几乎成为他在求学阶段的生活重心。当年情意相挺的待人风格，到现在都还让人印象深刻。他那时候跟他学姐非常的好，然后他觉得他学姐超正，他其实就跟他那个学姐个性一样，就是外表超正，可是两个人都是很中性的个性，很男孩子的个性，所以会让女生会很喜欢他们，就觉得怎么找那么漂亮的女生，一点都不做作，你知道，就会很喜欢想要跟她交朋友。然后她就，我会觉得说，她即使这么久没见面，她还是把这个朋友当做一个她心里面的一个负担。我就觉得她真的对朋友是超级有情有义的。那时候他们的外号是四人帮，就是有四个女生专门负责统筹这些关于篮球校队的这些事情，然后。他的个性很悍，然后大辣辣的，其实他就是装一个男生，但是装在一个很漂亮的女性的躯体里面。读书来说，对他来说我觉得不是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很花很多时间在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常就是下课以后就会聚在那个篮球场或干嘛到处晃，我们玩在这一块的男男女女里面管最严的就是他。我们每次去哪里玩要先跟他妈妈报备，要跟你洪妈妈，我们今天要去哪边玩，然后大概几点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柏荣送到校门口。我们几乎都是在校门口，我们用丢包的方式，洪柏荣拜拜，因为他妈妈就已经在那边等了。我们几乎集合的地点就是校门口，然后回来的地点就是校门口，因为他妈妈就会在那边等他。考社会组跟什么自然组，他会因为朋友的关系，他去选那个自然组，然后他可能原来的兴趣是在社会组。
那他会因为他妈妈的关系，就我岳母的关系，去读电脑资讯，可他喜欢的是大众传播，他都是为了别的。妈妈管得严是一个，然后其实你自己内心一直想要去寻找同伴也是一个，嗯，因为我觉得小学真的太惨了啦。但是你回台湾之后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对不对？真的更惨，因为刚刚那个小学一年级的关系，我都就是我念了一个礼拜，然后去那边又念了最后一个礼拜，我开学就变小二了嘛，所以我比班上同学都小一岁。然后我回台湾以后也是这样，就比班上同学都小一岁，所以长得都很小只，然后瘦瘦干干的这样。然后考试第一次国语考29分，然后我记得全班就发现我是怪物，因为哪有人考国语会考29分的。然后就看奇怪，那些女生为什么都在哭？因为他们都考99、98，他们就在哭哎。因为我就说啊，这样就要哭哦，被扣一两分钟。你没有因为从国外回来，大家对你特别好奇，而对你特别 nice？ 没有，没有。你知道吗？小学生女生都是功课好的一群，然后什么一群什么一群。所以你又落单了。对，我那时候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在我还没去之前，他是全班最后一名。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很爱我，因为我他进步了，对他进步，他变倒数第二名，然后变倒数第一名，哇，他就跟我很好，他也是一个男神。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好。嗯，他多么需要你啊，都是需要你在班上留着。没错，就我们就相知相惜这样。那后来我国中啊，应该就是同一个学区，就会直接升同一个国中嘛。对。那我西湖国小，我就升西湖国中。那妈妈就觉得那是男女合校又不好，她就觉得要把我转到一个纯女校，于是她又用各种方式，哦，就你又要转，对，转学了。然后结果哦都安排好了，她就跟我讲说，我帮你找了一个新学校，然后是全部女生，这样对你比较好，什么什么，她就讲了很多。那其实我心里面知道，就是对，也许这样对我比较好，可是真的哦超难过的。去的前一两个月每天都在哭，因为没有午觉的时候就趴在那边哭，因为他们又是从同样的国小，是他们已经是一个 group 了，对，你又变成 outsider， 对，为什么每次都是这个角色呢？他们都已经是一个 group， 然后我要去慢慢去教、就是跟他们认识这样，就觉得很累。不过北荣，你到高中可就风光了哈。啊，这四人帮哈，四人帮搞帮派哈。对，我就开，我超开心，就是我高中，因为考得不错，后来对不对？对，后来我考到内湖高中，然后到了高中是这一次终于大家都是从各自不同的地方来的，反正大家各自努力重新开始，对，大家都是不认识的，然后我也不用再去想各凭本领交朋友，对，我就觉得我哇好开心，我进去的时候，然后呢，很快我就交到几个女生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那其实我交朋友一直有一个问题啦，我自己知道，就是我会把自己变成别人，希望能够让别人能够认同我，所以可能别人喜欢什么，我会跟着喜欢，是不自主的，就是别人喜欢什么我想，然后别人用什么我也用什么，然后别人打扮怎么样我也打扮怎么样，就长期以来希望被一个族群认同被接纳的感觉。 对， 对，所以就是可能因此，所以我交的朋友大概都是跟我差不多，我们都是差不多的很中性的朋友。然后所以高中生活我们也是啊，我还是依然很喜欢打球，打篮球打排球，然后各式各样的运动我都喜欢，所以我又是在联考前，我妈也是气炸，我是因为我是左撇子嘛，结果我左手的大拇指是肿得跟卤蛋一样大的，去考大学联考，哎，因为我在前两天打排球的时候受伤，整个肿很大，然后我妈都快疯了。哎，你不打球会怎样啊？因为我觉得我打球在女生里面，我觉得我打得不错，所以我觉得那可能是某种成就感，成就感。所以我觉得我在球场上是我很开心的时候，然后可以表现我自己的时候，所以我妈常常，我们都留校晚自习啊，我妈会常常像忍者一样出现，因为她要抓我，因为她要抓我是不是在教室里面，然后只要我不在教室，她第一个就跑到球场去，就去抓我。难怪同学说丢包，对，你赶快走吧，不要拖累我。对对对，然后而且我国中高中哦，6年每天都是我妈上下课接送，哎，她好保护哦。对啊，然后我从来就没有自己可以享受过说
像同学一样坐公车去补习，或是坐公车，甚至于去唱个歌什么。可是你不叛逆啊，你也不反抗。其实我心里面是生气的，嗯，但是我不知道哎，因为从小我跟我姐就是，其实你有一点内在的叛逆，看得出来。对，就是你真的让我觉得不合理、扭住的时候。嗯，我是在闷，对我妈妈我是闷在心里面的那一种，嗯，所以你就会硬从那个团体里面被抽取出来。但是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又非常的想要获得跟大家认同的感觉，所以你会做一些像达明刚刚讲的，去明明社会组比较适合你，去选自然组，对，就是要跟他们一样。因为 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英文数学还不错，那英文数学不错，如果背又好好背的话，其实社会组对女生是比较好的，对，因为女生本来就背得比较好。可是我偏偏因为我的其他三个朋友都是选二类组。三类组，就是我 OK 啊，我只要念，我相信我可以考到，所以我生命中的空缺里面，只有朋友那块是不能弥补的，所以是不能弥，对对，是我绝对是，如果我反正考试可以再考，对，家人都在，对，嗯，都在，我觉得，而且你再给我一年，我会好好念，然后我会考到好的学校，嗯，那结果我有这种想法，结果你真的重考，哦，没有，那时候我一考完，我妈说你考得好不好？不好，我妈说好，两条路，重考，或者是你现在就去补托福。所以我七月一号考完联考之后，我七月十号就去上托福了。嗯嗯。然后我十月十号就去考托福，考完我十二月拿到成绩的时候，我已经考了510了。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又交差了，哦，对，好快乐哦，念了美国大学，而且后来还可以直升研究所哦。可是后来为什么又被抓回来，没有留在美国发展呢？对。对，我其实我本来以为我是回来过暑假，因为我所有东西都在美国，然后我姐就直接说，来我跟你讲哈，那个新泰五路那边那个宏基大楼啊，里面有一个那个伟创公司，他们子公司，你就去 interview 就好，就 interview 看看就好了，你不用太紧张怎么，然后就还那个老板就，哦好，那你下礼拜来上班吗？说啊不是只是 interview 看看而已吗？他说没有啊，你下礼拜来上班啊。然后就好，然后就回去，我说妈，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叫我下礼拜去上班？就我妈说，对啊，没错啊，有好机会，为什么不赶快去上班？那念研究所回来不是还是要上班吗？你就先去上班吗？我说那我东西都在那边呢。就他说，那你去跟老板讲。然后我就说，老板，我本来还以为说我这样讲，老板就不要我了，你知道吗？我说老板，我那个东西都没有这样，我要回去。他说没关系，我给你一个礼拜回去收。说完了你再回来，结果整个就是晴天霹雳。然后我回去收，我每天在美国就是七天，我每天在哭，你知道吗？又觉得这怎么了？因为刚好暑假，我的朋友又都回自己的国家，不然就回家，美国朋友就回家，然后校园都没有人，我去找谁？找哪个朋友去跟人家至少道别嘛？没有哎，就是后来我听我们朋友讲，就是开学以后大家都说啊。派，因为我英文名字叫派，派到哪里去了？派回台湾，大家都啊，就整个就是很突然，然后连一个再见都没有讲，然后所以我现在有大部分3/4的朋友是失去联络的。我觉得我是在捍卫我们的做的事情，然后就吵，后来我妈就突然说，你不要太过分哦，你不要爬到我头上来了，就顶他说，你就不要给我机会啊，是你自己给我机会的，就他就愣住了，他就哭了，然后我才发现我真的讲错话了。一向顺从父母的洪柏荣从来没有想过要违背家人为他做的任何安排，直到遇见宋达明，挑战权威的勇气。随着爱情的加温日益高涨，洪柏荣第一次为自己人生做了重大决定。打每一通电话给柏荣之前呢，我们都是帮他一起做了笔记，在电话的那一头，其实我们都已经是在观察，不是一个人在谈恋爱，是我们三个人在跟他一起谈恋爱，就是说在观察这个女孩子，哦，适不适合跟达明相处跟交往，
哎，影响他非常非常的深，而且他的价值观跟逻辑，甚至于他现在能够全心全意的服侍神啊，我觉得这都是白宏的功劳。其实我当初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被电到，我必须承认，就是他外形是我很喜欢的外形。可是呢，我后来跟他见两三次面之后，我有跟他表白，他告诉我说，我不是他属意的那种男性，我不是他喜欢的那样对象啊，我其实蛮被打击的。可是后来事实证明他不是，他撒了个谎，就是说当我转向，我没有准备跟他继续下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说事情真相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他是那种你不能说心口不一，就是他不会把他真实的那种感情表达出来。我今天也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在我信主的前后，我的婚姻有什么样的改变。基本上呢，人讲啊，结婚了后啊，都是爱情的门啊保护哦，就是婚姻。婚后的磨合对洪百荣来说走得算是十分辛苦，成为当红小生的另一半，有太多事情需要适应和体谅，好在信仰帮了个大忙。我们俩最常在一起的就是一起骂老公，因为而且我们默契超好。通常比如说他有什么委屈，或是我有什么委屈，我们只要开口讲第一个，后面我们都会知道。哎呀，拍戏很辛苦，能不拍就不要拍哦。他会希望我能够到一个程度，可是那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那他看我两三天没睡觉，其实他也很心疼。他是这样的个性的人，他又希望我能够到那样的程度，可是他也心疼我。那我不知道这个对他来讲是不是算不算是一种委屈，其实算还蛮伟大的。有一次我跟他发生一些争执，其实我目的只有一个，我希望他能够对我说出一些温柔跟好听的话。他就不要，最后我忘了用什么方式，他被我弄哭了。哭了之后他就说，我就是没有办法讲那个我爱你啊，或者是那种很温柔的话，那种诸如此类的字眼。你明明知道，我其实知道他是很爱我，我也知道他对我很好，可是因为人有的时候要听一些那种话语，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不会跟人家道歉的，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为什么要道歉？可是认识白宏之后，其实我发自内心有很多次的道歉，甚至我们两个发生争执之后，我们就跪在神的面前，我们就通常我会先说对不起，我做错了。我在跟神道歉的同时，我也跟他道歉，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这是维系我们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该怎么讲，一个力量。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彼此认错，互相代求，我们早就分手。你跟达明的恋爱史哦，这个虽不能说是轰轰烈烈，但真的是一路过关斩将，因为有很多的阻碍挡在前面，对不对？对。所以你跟他交往算是你第一次真正违背父母，然后坚持自己的意见想要做的事情。 对，我跟我爸不会去正面谈到这个问题，所以都还是表面上都没事这样。可是跟我妈因为谈论过很多次，所以那时候我每次出门上班就我走了，然后下班回来就我回来了，然后就进我的房间，因为我知道我们只要一接触就会开始吵架。然后那时候我妈那天早上就叫住我，就说哎，我跟你讲，你爸昨天跟我说，如果你敢再跟宋达明交往，他就跳楼给你看。然后就我也不 有这么糟吗？对，然后我就突然觉得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蹦出一句说，我也可以跳楼啊，就是你要威胁我跳楼我也可以跳楼啊，就是你不要再威胁我了，然后我就走了。所以那时候我妈也拿我没辙。然后有一次我甚至于就是达明他的经纪人想帮他做宣传，就是安排了一个情人节，让达明在一个包下来的餐厅里面跟我求婚。那我当下是说我谢谢你的诚意，但是我会考虑一下，因为有媒体在，他有发一个媒体新闻台。就晚上回去的时候又开始，我们俩就开始吵吵吵吵吵吵，那次吵得最凶，而且我讲了一个重话，然后我妈就非常伤心，就她就哭了。因为她跟我说，你不要太过分哦。我知道因为什么我生气了，
我一回去，我本来还想跟他解释这件事，就他就说你不用解释了，没关系，因为我已经打到那个电视台，跟他说我是你母亲，我不希望他们再播这个新闻，我已经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也没有播了。那我就觉得你这样让达明很丢脸，对，人家电视台会觉得你今天找我们去拍，结果又有杀出来一个人说不准播了。我就说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说他很丢脸怎么样，你有没有替达明想过，我们俩就开始吵，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捍卫我们的做的事情，然后就吵吵吵，后来我妈就突然说你不要太过分哦，你不要爬到我头上来了，就我就顶他说你就不要给我机会啊，是你自己给我机会的，就他就愣住了，他就哭了，然后我才发现我真的讲错话了，结果后来我后来那次之后我们不讲话了好久好久，后来他再跟我讲话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就妥协了，他就跟我说那不然这样好了，你把宋达明约出来，所以之前他们根本没有看过达明，没有见过，然后就大家就还算成功啦，第一次，嗯，因为其实达明他就神经很大条，他也是大拉拉的，对 对, 对，那我妈就哎，觉得还蛮可爱的，对，还傻乎乎的，还蛮可爱的这样。所以其实他们也就算是好了，你们同意了哦。你们如果真的相爱的话，结婚。可是接下来的问题你自己就要处理了，对不对？毕竟相差12岁，对，他又是艺人，对，对你相处上后来发现还是有困难。其实后来就是结完婚住在一起，他的开始有一些戏在拍嘛。那我就发现哎，好像生活不是我想象中这么开心，因为他不睡觉，所以他一定会有情绪，对，所以每天回来的话就是丢情绪给我，然后我这个性就像他刚刚讲，我又不会去安慰别人的人，我你就是卡在里面的那种，对，你也不回话，不会，然后他就气在我回话，他有时候觉得我跟你讲讲只是希望你听就好了，你不用跟我讲什么，但是我就会试图想要开导他，然后我就会开始讲这些东西，那他怎么办？他就更不爽啊！他觉得你干脆去上班好了，去他们公司上班好了，你为什么好像都一直在帮制作单位讲话？哎，他真的让你们爆发比较大的冲突，就是你婚后比较不适应，甚至吵到可以说闹离婚的，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他，就是都各不相让啊，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啊那其实要那有人放过这样的话吗？有啊，有常常啊，就觉得啊，你如果真的觉得娶我不 OK， 你去娶别人啊，那我们就离婚好了。那不然他也会讲啊，他就会说，那不然就大家离婚嘛。如果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不开心的话，那就大家离婚了。所以会讲到这些东西，然后都是生气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会讲。不过还好信主之后，他说他会道歉了，这是他以前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他以前不但不道歉，他还指着我要我跟他道歉。他而且我是那种吵过好了就好了，不要再讲了，吵过就算了，可是他吵过不会算，他会排，就是可能晚上啊他就会总结，他每天都要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你真的觉得你今天做的是对的吗？你有没有觉得你应该要跟我道歉？就是每就会这样子，你知道吗？然后我把已经平息下来的怒火又会被挑起来，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我不觉得错完全在我啊，然后我就会回他说那你觉得你都对吗？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跟我道歉呢？然后于是又开始吵。真的？所以有的时候信主之后呢，信主之后他会先跟我认错，他会说好啦，我刚刚那样子是不对的，好，那我也许这样我下次不会了，然后但是他还是会检讨我啦，等着你一个是不是？那你们觉得你刚那样是不对的呢？可是就比以前好很多啦，至少他会他真的觉得他是错的这样子。生育的事在洪百荣的婚姻生活中是另一个艰难的功课，从怀孕到产后，因为风波不断，压力像乌云般一层层的覆盖心头，再加上洪百荣骨子里藏着多愁善感的忧郁个性，长期压抑累积的不安全感终于在她产后10个月如泄洪般的爆发。那时候的她是蛮容易就是会往死胡同里面去想，就是她那个思考里面很多负面的能量，
对，那就是做朋友的，就是尽量开导她，不要想那么多。你知道那个时候她怀孕已经快要临盆了，19个多月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她没办法洗澡，我就帮她洗澡。有一次我帮她洗澡，她突然哭了，我就问她到底怎么了，她就说：“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像一只大青蛙？”然后我想到这种事情，你知道吗？那我嘴巴当然没有讲，说不会不会，可是我还心里想着，哎，还真的蛮像大青蛙的，因为我有陪产嘛，小孩子从他产道出来的时候，我是被我哭了，我是被吓哭的，因为我一直等，一直等，我等等大概一分钟、两分钟，我发现孩子们长的样子还是那个样子，因为我一直觉得拉出来多久，我期待他变成那个电视上的拍婴儿广告那个小孩子的样子，他没有变，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吓到哭，你知道？小宝在怀孕4、5个月的时候，那个脑子里面有水囊嘛，有一边那个水囊，那如果有两边的话，医生是说两边的话就有可能是唐氏症。那个时候真的是让我有那种诸多的抱怨出来，就是把第一次、第二次，因为当时是他坚持要小朋友，第一次、第二次的那样的一个不满情绪发泄在他身上，可他依然很坚持，就是要生小孩，把这孩子健康生下。我要跟板娘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是当他去做再去找医生，当他在讲的话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想听的，那我就会，你知道我这个人累积到怎么就爆发出来，我觉得我们就交给上帝。当然了，也难为他，因为流产2次，又加上小孩子有，你总不能拿出来医他嘛，在里面这样的怀疑其实很正常，找医生也很合理，所以我其实在某些程度我也看到我是蛮严厉的丈夫。其实很难想象你是一个负面思考的人。我是从阿根廷那个时候就开始吗？我一直都是负面思考的人，所以其实达米也一直不能接受我的这一点，因为他神经很大条的，他常常会觉得很多事情他都往好处想，然后我都会往坏处想。比如说我身上如果出现什么病，我绝对会认为我自己得了癌症。那怎么得了？你看你怀孕的时候，如果说你小产2次，然后又发现怀疑里面可能是唐氏症宝宝的时候，你不是要崩溃了？我超崩溃的啊！那天我照的时候，其实那个医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医生，可是那天他脸色就很严肃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对，然后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如果觉得我宣泄出太多情绪来，达明可能也承受不了，因为他也傻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随之而来是他的情绪就忙先丢出来了，因为他会觉得搞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好不容易怀了然后没有流掉这一次，然后到4、5个月很开心的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其实那2个礼拜我很惊，因为我又不敢在他面前表示出来我的情绪，因为我觉得我情绪出来他就会不耐烦，他就会不高兴。然后我当然会想要去找第二个医生嘛，他又会觉得为什么要去又要再去承受一次，因为第二个医生照出来又一样啦，一样的结果，所以他就很气我，因为我甚至想找第三个医生，他就觉得不，你不要再找了，好不好？就是这样子的。那他就请教会大家帮我们祷告，所以那有2个礼拜，因为我一直到后来2个礼拜去检查，医生才告诉我说，哎，那水泡不见了。哦，那他一跟我讲不见了，我整个人就瘫掉，我就开始哭，因为我那时候情绪才整个出来，我觉得、哦、哇，真的是感谢主，因为没有办法，我终于把我那个哦痛苦到一个不行的情绪整个宣泄出来了，所以我相信就是祷告真的是有力量的，因为其实医生他也很讶异为什么那个水泡。因为他其实头只有3公分，可他水泡就0.5公分了。哎、嗯，不过达米也很有意思哦，他怎么可以连小孩生出来有点皱？你知道，其实他是排斥那个小孩。他都可以给你压力。对，在月子中心的时候啊，他是排斥那个小孩的，他连抱他都会有一点怕，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在月子中心，他好像只抱过1、2次小宝，然后我又开始自我控诉，就是哎，难道我生的小孩不够可爱，不够让你去爱他？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刚生，所以你有产后忧郁症的状况，对不对？对，尤其是到了小宝大概10个月的时候，
我就整个发作。然后那时候我在不到两个月，我瘦了8公斤，我整个人556，后来我变48。结果所有的人都说你要去医院检查，你可能有什么问题哦。然后我又想到啊，我得了癌症，我完蛋了，我得了癌症，你看我瘦了这么瘦。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看医生，我就把所有的科都看了。啊，从什么？然后那时候又常腹泻嘛，就常躁症，很严重。然后有一次我最记得，我觉得超难过，就是我从我妈家出来，我载小宝，只有我跟小宝，小宝坐安全座椅，我就开车。突然我要上厕所，怎么办？前后找只有一间是 motel， 是那 motel 可以进去。我就抱着小宝，那时候小宝还不会站，我就抱着冲进去，我说我要上厕所，可有没有厕所？他们说，地下室停车场有员工用的，我就冲下去，门一打开只有一间，然后是那种地上那种蹲的，我想那我怎么上？我还抱小宝，哎，我怎么弄啊？于是我想不行啊，我又跑上去，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开一个房间让我？不行，我说好，那不行怎么办？那我只好把小宝交给柜台的人帮你抱一下这样。对，然后小宝又认生，他就一直哭，对对对，一定哭啊。然后我又一直我也哭，我觉得啊，我怎么那么逊啊，我这个妈妈怎么应该是要保护小孩的啊，怎么会啊在那边哭哭哭。然后去上厕所，然后上完了以后上来，小宝已经哭到一个不成人形了。我觉得哦，我好逊哦，我觉得我连我保护我还把我的小孩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所以我其实是超害怕的。结果那段时间正好你很需要陪伴，小孩子要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因为达明拍戏很忙，要他睡觉不眠，所以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有一段时间，其实也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那段时间，你就只好带着小宝到处去流浪。对啊，你怕小宝哭会吵到他睡觉。对，其实。就到处去，到处啊，百货公司逛，百货公司逛，就路上走，不然就是可能中午去餐厅吃，然后就在餐厅可能待到待2-3点，然后可能再想下一个地方。那有时候我会带小朋友回我妈妈家，可是我又不想太长，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你隔壁来的婚姻啊，当因为婚姻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反而不敢回去跟妈妈讲，因为。其实怕妈妈会伤心或会担心，那有的时候我妈会突然打给我啊，那我如果在外面，我妈就会说啊，又在流浪了，你要不要来我们家？你不要再在外面流浪了，好不好？我就觉得哇，好心酸哦，流浪。哎，听说你是接通告之后忧郁症好了，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精神转移吧。因为其实我看完所有的科目，然后最后因为你听到大嫂她的遭遇没有？没有比你更好到哪里去，而且至少我有一件事情做，然后我不用整天都在想达明的事情跟小孩的事情，没错，而且有个地方发泄，大家可以集在一团一起嘛，蛮好的，对，是有宣泄管道，对。在当下我就想说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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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跑来跟我说柏柔你演得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心里在想你们也称赞他一下吧，你们也讲他一下吧，然后我就说没有，达明也演得很好，然后人家都会说那他本来就演得好是正常的，因为他是演员，他如果再演不好那就不要当演员了嘛。然后呢我心里面就大概知道不妙，他受伤了这样。你知道，就好的方面来讲，我看到柏柔的成长，不管在演艺工作上面，她从外形啊、穿着打扮，她现在变得很时尚。从男人变成天姐，从男人变女人，对。踏进演艺圈，洪柏荣一度担心老公的眼光，但达明一路深情相挺，让她更放胆做个称职的艺人，也越来越清楚。在充满诱惑的演艺圈中，有一个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使命等着他去努力。怎么讲，我们是从素人然后变成是艺人，然后所以很多大家都会用放大镜去看我们，
就哎，你们还不是靠着老公啊，所以今天才会这样子的。可是他们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几个大嫂在背后的努力，就譬如说今天公司给我们一个指令，要我们去学习什么，我们就去学，我们自己也很积极去学这些，然后突破自己的一些范围，就是本身的范围，然后去做一些突破，然后就还蛮敢冲的啦。甚至于有些人会主动跟他们邀请拍照，然后忽略到我们，好，尤其是北区的台北市的人会特别的明显。欲祝福，但是我觉得他们或许在节目上没有表达，就是说有的时候还是要装模作样，要多嘴巴上要讲的多一点感恩。我自己都有察觉，比方说我是不是对白红有嫉妒，里面呢有那个我对白红是不是有一些嫉妒的成分在里面，或者是我是不是对某一个人有嫉妒呢，或者怎么样呢，我会去查验。可是我有神是可以真正提醒我们，知道我们内在的不够不足，我有神可以弥补我们里面那个需要。你说你今天外在再红，有一天都会过去。所以我时常提醒百龙，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不是说我真的嫉妒百龙。我如果真的嫉妒百龙，我可能也不会坐在这边接受访问。我说，反正你红，那我也可以嫉妒。不是，我觉得那条路每一个人都要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课要学。好啦，你以前有被人家找拍广告，反正也都没有去成啊。你也没有想过要当明星嘛，对不对？没有，没有，真是很偶然呢、啊，真的。我其实本来我应该这样讲很白好了，因为我第一次去上完通告啊，之后我就觉得，哎呦，好像钱还蛮好赚的，然后又还蛮轻松的。当然那个钱跟以前我们上班族啊，就觉得哎，好像。这是可以去陷阱啦，后来就不好赚了。你看你们光是练个舞，练舞就练了很久，腰酸背痛。你看那天，我看你连走路都不能走了。对啊，所以其实达明常跟我说，你是到底是真的有兴趣还是怎么样？嗯，你有没有成就感？有成就感。嗯，但是我真的凭良心讲，我是希望能够多赚一些钱，然后。就是不管是贴补家用也好，还是如果有能力还可以再存一些的话，我觉得这是我的目标。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大嫂团好了，我们五个其实都是基督徒，我觉得神就是很厉害，就是把我们五个放在一起，然后慢慢的把我们放到某一个位置上面。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将来五个人都能够除了在综艺节目之外，我们五个人能够是在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可是你通告那么多，然后开始好像比老公也多，维林也比一鸣多，他们真的没有感觉？你觉得那个吃味是觉得说啊，我又要留在家里看小孩了，还是你们快要比我们红了？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在乎我们的成就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他们在意的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哎，没错，对，其实是其实我知道达明他很希望我，就是他觉得说我现在在节目上可以这样子谈，侃侃而谈，然后也许我还可以去讲别人的好或是怎么样。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回来讲讲我的他的好、哦、对、哦、然后他有时候觉得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上节目啊，所以你现在都讲话都变伶牙俐齿什么的，然后以前你都会安安静静坐在那边听我讲，或者是不会跟我吵成这样，可是现在你都会跟我在那边一直斗什么的，所以他会很在乎的是态度。嗯，没错，真的。我要跟很多的那个制作人啊或者导演大哥们讲，百荣因为大喇喇，所以他不造作，所以他是天生的演员。他第一次演戏超赞，连孙叔都称赞，对，演得太好了。那次达明心里掰，对，五味杂陈，晚上睡不着，对不对？我应该说我太了解他了，因为在当下我就想说完了，每个人都跑来跟我说百荣你演得好，怎么样？然后我就心里在想，你们也称赞他一下吧，你们也讲他一下吧。然后我就说没有，达明也演得很好。然后人家都会说，那他本来就演得好是。正常的，因为他是演员，他如果再演不好，那就不要当演员了嘛。然后呢，我心里面就大概知道不妙，他受伤了这样。就后来晚上回到家，他也都没讲什么。好，一直是到第二天，他才跟我说：“哦，我过了。”
就是他过了之后他才跟我讲。好棒哦，大妹你好棒，给你拍拍手。对，其实这一点我一直以为他回家就会开始刁难我，或者是讲一些很酸的话，或者是怎么样。可他那天晚上没有，就只是特别的安静。就他是第二天早上他才告诉我说，他前一天晚上是多么睡不着，是多么的纠结。对，然后他就说他过了。嗯，我就很感谢主，因为他过了才来找我，不然的话依照他以前没有信主之前，他是那种情绪是会不断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的。其实你们夫妻绝对不止如此，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你们的祝福。白荣，你应该知道我一直为你打气，为你加油，希望你在演艺圈里面呢能够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天地。我相信呢大家慢慢看得到你努力的成绩哦，在各大计程车现在已经看得到了，恭喜恭喜恭喜，加油白荣。亲爱的小天使，你就像是我的小牧羊人一样，把我从像迷失的羔羊重新的带回教会，然后带回到主的怀抱。那也很谢谢你，常常我有软弱的地方就会帮我祷告，然后劝我不要想太多。那我也祝福你，因为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甜美的甜姐儿，所以呢请你不要太 man 好吗？嗯，我觉得白荣你真的很棒，虽然呢你的年纪比我小，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很多方面都比我成熟，所以其实我去找你的次数比你找我的还要来得多。对，那我觉得不论是在信仰上或是工作上，我觉得你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达明，真的幸亏有你才能够这么的，现在才能变得这么的好。而且呢真的幸亏有你的这个努力的一些委屈，他才能这么专心的在宗教信仰上来为所有的弟兄姐妹来服侍，这都是因为他有你，他才能够这么样的专心。所以我觉得神会纪念你，也会大大赐福给你，要加油。我不能说你取代我的位置，可是你的确做得比我还要好，帮助达明，帮助你们整个家庭，迈向另外一个卓越跟富足。我希望你们两个在神的爱里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扶持，能够做一个模范的家庭，能够因着这个模范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成为福音的出口。再次谢谢你，反正我们就一切荣耀归于神，但是我们也求神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喜乐跟自由，不是报章杂志那个篇幅多大，也不是说你到底多红啊，我跟你讲同时也是跟我自己讲，而是我们真正能在神身上做出什么讨神喜悦的事情，在我们里面自己知道，然后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感受去分享给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的你，或者你甚至你现在正在慕道，我们就一同来分享那个神的见证跟爱。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甜心派今天那个派的饰演，让很多的观众细细的去咀嚼了你的成长过程，觉得好像跟你更靠近了，有没有话要跟你的粉丝说？其实我这话我都从来没讲过，但是我非常感谢神让我遇见达明，因为其实要是不是遇见他，我不会认识神，然后我也不会有两个这么可爱的孩子。我觉得不管今天演艺圈可以走多久，那真的不是不算什么。我这样讲，可能很多演艺圈的朋友可能会不以为然，或是怎么样。但是我真的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希望是我的家庭、我的小孩，然后我的先生。像我今天早上，我就是不断的祷告，所以我希望我的家庭是平安喜乐的。还有，我希望我有一天，我能够让更多不认识神的人能够认识神。像我从小到大，我希望我能够像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但是我现在我都很希望别人能像我一样，能够认识神，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自信，然后真的相信，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不管好跟不好，我们都是赞美主，我们都知道神一定会帮我们预备，我们绝对不会缺乏，而且我们绝对是非常喜乐平安的。哇，其实听了好多的童年的冷暖，但是现在踏入演艺圈之后，其实还是有更多的冷暖要去尝。但是在信主之后，很奇妙的那段漂泊好像变成了洪百荣的一剂预防针，让他在成名之后站上那光鲜亮丽的舞台，他还是很清楚他自己是谁，
他更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大大的个性背后，拥有一大票的粉丝所喜欢的，不只是因为他是个甜心，更是因为他走过寻求安全感跟自信之后的那份真心。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你没想到吧，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哎，她没有太大的企图心，她只希望做个平常人。可是一般的上班这种工作对她来讲又不是那么样的喜欢，不小心的她就成为这个在演艺界里面的一员，而且是一个闪亮的一员。朋友，我们借着百荣她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恭敬的祷告，我为电视机前面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看了这一集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认同，他们觉得确实如此，可能他们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间不能够完全的被认同，或者曾经啊经历过一某一些事情，在之后跟大家在一起相处时候也是同样不能被认同的时候。主啊，真的求你帮助，让你自己的安慰，让你自己的爱成为他的朋友，让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向你倾诉。主，我们人人都需要有人关心，但是当我们自己孤寂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帮助。主，我们知道你关心我们，也让我们有机会随时随地的把我们心里的苦楚向你诉说。谢谢主耶稣，我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看看，其实他真的是希望，哎呦，就是这样子嘛。可是在演艺界他也有他自己一个理想，他希望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发光的基督徒，是一个有味道的基督徒，有盐分的基督徒。他希望帮助一些人，所以他跟宋达民在这个艺人团契里面常常的去关心其他的一些人。朋友，你有需要吗？特别是演艺界的朋友，有需要来找他们。上帝赐福你。